我跟你讲，那酱油太就像淋进来了。哦，一定要昆布酱油，一定要昆布酱油，是淋上去又亮晶晶的那点香。然后这边有一点的这个高级柴片，卡兹不是，卡兹哦那块嘞。高级死了，我的天哪！哇塞，真的要死了，要死了，都升天了。然后，所以我们邦姐太开心了，对，倒数是两公里，好漂亮哦！哦，太酷了！这搞什么问题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不变，冷静一点。然后我们今天奶油在旁边，没有掉，再吃的时候把它拌在一起。我的，对，对，对。